大家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角度，这个是非常著名的 Saint Paul 圣保罗大教堂。我刚才从地铁站出来向左转，然后再找这个大建筑，结果在窗户的倒影中看到了，然后发现它是在我的背后。今天我来到伦敦是为了听一场音乐会，是我的老公买的票，我的左耳这么聋他还买音乐票，因为他已经很早以前买的，我估计是看一个法国女人的钢琴家，非常性感的。这是伦敦下班的时间，非常帅哥，很多帅哥美女们下班的时间。哎，我现在一下还看不到这教堂，这个看来看不到正门了，我现在给大家拍一拍这个吧，这侧边的。哎呀，很痛苦，他妈的这耳朵，右边耳朵听不清，右边耳朵完全是被受阻的，于是我整个的头都是堵的，受影响的。但这个是一个市中心的小雕塑 ，Let's go， 这无所畏惧的小女孩，不懂得什么是害怕的小女孩。Fearless， know the power of woman in leadership 。哎呀，这是第一次看，挺好。她很知道。女人要成为一个领袖是可以有力量的，女人的联合要成为有力量的，很好。这是一个中心广场吧，很早以前来，但是现在都忘记了。这是这个侧面吧，估计我们要走到那边，我再试一下，再试一下。这是谁赶着一群羊啊？我们不想做小绵羊是不是？我不要做绵羊，我们做老虎，耳聋眼花的怎么办，怎么办啊？给大家看一下，很多这下了班的这英国男人都很酷哦，有的很帅气的，刚才走过了两个，不好意思看几眼啊，这老妖婆这么多情多义的不好。大家这是出乎意料的乒乓球，即使是英国人发明的乒乓球。对，像咱们都是，这是街中心的，这都是 Did you pay guys? You don't need to pay. But where did you get this ball?Pardon? No, you leave it here. Oh, you leave it. Okay. Well done. Hey, where did you come from, big man? Serbia. Serbia. How about you? Indian. Oh, competition. Come on. All right. Lovely. I'm the tennis champion, you know. I can show you. Ah, 对，我来到这个大门了。我快点给大家拍。今天好在阳光明媚。但是这已经是下午五点多的时间了。Wow effects！ 很久以前陪我哥哥姐姐来，然后他们说多少钱？100多块钱进去，不进去了。当时我儿子还很小，我说进去吧，我买票，不进去了，太贵了。我记着当时的情景。这是非常辉煌的大教堂，是非常
飞房，非常飞房，非常飞房，大家看看，哎呀我的天哪，看看怎么样，这就是宗教的力量，宗教的 power， 宗教，宗教 power power。 然后这关门都不让进了，把一门锁。 The cathedral is closed。 然后呢，就是这个，看到没有标记哈，你们来英国旅游一定记住这个标记啊，给你们看了，你记住了，象征权力的，那叫什么棍儿，什么棍子，不会叫，不会叫。然后，哇哦，这是不是我们当今的女王在年轻时候加冕的时候一样？可能哈。我以上帝的名义，我以神的名义，我发现我太有爱心了，那连眼花耳聋的还在给大家拍，给你们拍拍拍，拍拍拍。很大，很高大，很辉煌，云集着世界各地的，看这垃圾也比较辉煌，是不是？我今天真的没有想拍的任何安排跟心情啊，这耳朵聋到已经打脸都感觉不出来了，太痛苦了。但是我刚刚到了一个大的火车站之后，我儿子给我打电话说，妈妈我没有带钥匙啊。我跟他通了一下午的电话，是说你准备吃什么，然后对妹妹好，然后要还有一个daddy 买的东西要到，然后你们要看，要等着开门给这个邮局的人开门，说了一大通。结果呢，我到了一个很大的火车站，已经坐了45分钟以上了，他告诉我妈妈我没带钥匙，4:30的时候，我说好，没有带钥匙好。我说那就，这是我的小乌龟，怎么样？掉下来了。我本来是在衣服这样叠着的。然后呢，他说，那妹妹还没有回来，妹妹6:30放学，妹妹有没有钥匙？我说我试试学校打一下，我问一下学校有没有，能不能去找到她？因为他们学校很大，她在什么教室还要找半天。后来他们分中学分高中，然后呢高中的一个老师接了，然后呢说不行，我们帮不上你，你要打到初中才行。于是又等等等等，结果还是没有办法，没有人接电话了。4:30的时候学校竟然没有人接电话了，可见英国的学校的服务也很不错嘛哈，私人学校。我今天快疯癫了，然后结果没有办法，我就最后呢就是说跟我老公说怎么办怎么办，你也在个学校打一打。后来说那就不行，就他也试了，但是还是没有人听。结果呢说那就好，还是叫爷爷来一趟吧，爷爷叫他开40分钟车，如果我40分钟回家再回来我就累死掉了，我就不要再回去了好不好。然后大家看后，哈哈哈哈，气死我了！我是时刻准备着再回去一趟，把钥匙给了他。你不可能两个孩子在家，我跟我先生来听音乐会是吧？我听音乐会，是一个法国的女钢琴家啊，很大的胸啊，这女人很厉害啊，很有卖点呐、啊，她弹得很棒。然后呢，她非常有诱惑力的胸哈、啊，让人感觉到是注意她的胸还是注意她的手，我们或者两样都注意哈、啊。然后呢没有办法，这只能是我就在那儿等，我说看看谁能打通这个电话，学校能不能帮忙，就是坐在那儿半个小时。结果后来说爷爷可以帮帮忙，哎我就松了这口气。然后我先生跟我说你到哪里啦，我们什么时候见，吃点东西。我说好。他说看来呀这个钥匙啊，我们要把我们家的钥匙，我一直想办这件事儿没办成，我要把我们家的钥匙放到邻居家里好不好。 Sorry I'm deaf, I have to shout. And 他们英国人斜了眼睛说这女人怎么在喊。然后呢我说这个办法就不是最好的办法，为什么？我说你怎么就肯定你信任的那个邻居他在家，而且呢正好你需要那个钥匙的时候他在家等你，把那钥匙给了你，
怎么可能，是不是他分分钟可能在外边。我说这个不错呀，那不行我们就把我们家的钥匙每一套钥匙都给所有的邻居吧，前邻左邻右舍，我们一给五家钥匙，这可以肯定保证的，是不是。我说你有病啊，我说怎么可能呢，我说这都不是治本的事儿。我说最要紧的是让孩子能拿上钥匙的习惯，我们都给他配了钥匙了，对不对，我都给配了，一人一套完整的，好开好用，就是不带偷懒啊、嗯！哎呀气死了啊！所以这就是英国人的这个英国人的这个脑子习惯，是不是，他就会说啊是我没配多配套几套钥匙哦、啊、给了邻居哦、啊、你正巧可能你给了两家邻居，这你正好没带钥匙，你的两家邻居都不在家，哈哈哈哈哈哈，对不对。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叫孩子带上钥匙，叫孩子每天都得带。哎呀气死了，差一点就不可以。所以总算是我不知道我现在应该是喝咖啡提提神还是喝杯酒放松，我现在不知道，见了面再说吧。刚才就是那两个小伙子打完了，他说刚才说一个人只能打两分钟，我说是冠军，我说我可是那个啊，他们在他们所有人以为里呢，打这个乒乓球呢的冠军只有东方人中国人厉害。其实看一个资料说也是英国人发明的，反正谁知道真假了，这有待于去证实了。行了，我先跟你说到这儿，然后呢回头给大家拍一个我听音乐会的地方。一个小酒吧，也不算小吧，然后等一下喝点吃点我们就要去看音乐会，音乐会耶耶耶。Lovely lady. Before she turn up, I can't. I can do a little bit of this. When she's play, I'm not allowed there to. Okay. 看一下，噔噔，两层的。哎呀，好久没来了，这是十几年前才来这里的。So, okay. 最后一排在楼下。哎呀，眼睛好刺眼，好惨啊！哎呀，这是 Barbican 的音乐厅，钢琴独奏，恭恭的徐徐入场。好，大家看，这是中场休息。这个人干嘛呢？这个人干嘛呢？这音乐厅很简单，结构很简单，我只能听到每一个清晰的声音，每一个声音都能听到。曲弹得很难受，因为是个现代曲子，一般前半场都会弹比较慢的东西，会新东西会给你介绍一下，后半场会比较有劲，激情的嘛。